环顾一下周四周，看那个拓展仓的缝缝啊有没有完全收紧，收紧的话就说明里面没有东西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好了，准备好没有？要不是没水没电呢，还可以再待一天。是，给你消毒一下。消毒一下啊。消毒纸巾。我没毒。没毒。我动手都灰了，你看。嗯。啊，好，出发。我手机在你那。在我那。那你让我过来上船，让我找半天。是，我跟你说了，我说在我这。你让我上来上船，我来找半天。是吧？大白呢？拜拜。大白喊他的时候，大白就挑个眉毛，你就太搞笑了。离开这边了，你看这边现在一辆车都没有了，还有两辆车。走吧。天气不太好，还是找个地方加水，最好能充点电的哈。到镇上去找一家看看。嗯，我都挖成泥巴了，哎呦，小心点。你还管得出去啊？车大呀，要不要倒一倒？哎呦，大白，今天玩得太开心了，这眼眉毛都绿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？中毒啦，好逗啊，阿白。哎呦，这里是这么蠢的，蓝洼古城的。其实，在泸沽湖这边呢，水的话倒不是特别缺啊，水的话每个卫生间呢都能加，但是这个电呢就比较麻烦了。对呀、啊，要是我们的车啊不缺水电，我觉得真的可以不用挪窝，都可以待好久啊。是，我们那个车呢，没有电的时候就得跑一跑，动一动它就能充个一两度，是吧？对，今天呢是因为它这个太阳啊基本上都没出来，所以呢，对吧？亏电就比较厉害。边开啊，我边留意一下，看这边有好多这种民宿的，我看到它门口有没有好停车的，然后停在它那里问一问，加点水充点电，给他点钱看看，可不可以哈、哦？对呀、啊。慢慢找，你眼神比我眼神好。开慢一点，我找一找。那我看到前面有一家民宿，门口有水龙头，也能停车的。现在掉头回去问一下，现在淡季，应该好商量吧？哈，好多水龙头哦。问一下吗？门口也够大，啊，它也是个饭店。问一下，吃顿饭也行的哈。对，我下来问一下，看一下这边可不可以给我们车啊充点电啊之类的。问一下老板，这边正好有水龙头，这边是不是门口啊？这边是啊，这边不是门口啊，要从里面走。要是能给车充满电加点水的话，也是挺好的。给点钱嘛，这边也是一个。哎，你好，老板想商量一下，就是我车想在这边想充点电加点水。然后给你们那点钱可不可以？你那个车这么大，我们这个可能没法充吧？有办法充的，就是和家里的电是一样的，也就1000瓦左右。不会爆掉吧？不会，就跟正常那个充那个电动车一样的。我们这里插头没有，你要不就是中间有个小卖部，你问问他们家能不能充。没法充哈。嗯，那个中间有个小卖部，你问一下。他们那边好停车吗？就门口啊，就门口啊。啊、哦，好，谢谢啊。就嗯，好的，谢谢。老板这边他们不好拉线，让我问一下这边的小卖部。啊，这边小卖部都已经关门了。啊，看来是不是特别方便呢、啊？那我们再往前看一看吧。我觉得应该是能找到充电的地方啊。找一找，总会找到的。转一圈，就算没找到，我们的车又能待两天了。你这话说的对，我们车开一小时就能用，开两个小时就能用一天了。所以说我们随缘吧。这边有个修车店，问问看能不能充一充哈。嗯，我有，还有一条狗。嗯，有条狗的。没有人了，好像、啊。在哪里？还有啊，白。这边有狗哦，太吵了，算了吧。啊啊！走吧。走吧。好了。
好了好了，在这里太吵了。啊，这两条狗在那边跟你打架，算了吧，算了算了。又开到了泸沽湖镇上了，镇上这边的车啊还蛮多的。哎呀，得让位置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。不行，要停回那个停车场吗？实在不行呢，就停回，还是停回我们刚开始那个停车场吧。那边至少可以把水加满嘛。电呢，我们那个车啊，只要跑上个几十公里，对吧？一整天就够用了。这段路下雨了，这个车头上都有点水了。哎呀，果然是这个泸沽湖啊，也是一圈，对吧？一圈的天气都不一样啊。就跟我们刚就跟下午的时候不一样吗？车头太阳，车尾雨啊。这边还有个汽修厂，要不要去看一看？停太多车了，算了吧，走，继续往前走。这边有个川菜馆，里面停车位挺大的，进去问一问。木桶鱼呢？问一下嘛。嗯。有没有狗狗啊？川菜，这店子挺大的。你好，老板，这边有什么吃的呀？这边，啊、哦，这边有菜单是吧？哎，看一下，嗯，简单这样子，还可以。哎，老板，在这边吃饭的话，可以晚上在这边停一个车吗？你们要在这过夜吗？打算想在这边过夜？我问一下。你问一下嘛，因为我想着，能不能就是。过夜不行，过夜不行是吧？啊、哦，那行那行，好的，谢谢啊。这边饭是有，但是呢不能过夜。我们这个充电呢肯定是要过夜的。菜价还行，但是呢，他这边不给过夜。不给过夜啊？嗯。没说充充电。充充电一样的呀。不给，我们这个车肯定要充过夜的。为什么不给过夜？他这边不知道，可能人不在这边吧。哎呦，这个车顶呢、啊、好像下冰雹了，好响哦，呱啦呱啦的，是不是下冰雹了？怀疑外面蹦蹦蹦的。哎呦，这冰雹好像下得越来越大了。我们刚刚把车停好啊，又停在了刚到泸沽湖这个停车场。这里啊还是蛮方便的。现在外面呢下起了雨啊，下的还挺大的，刚刚还打闪电了，下冰雹了，是不是？类似于冰雹一样的。我们现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吧，待会儿呢到卫生间就接点水先用用吧，今天够用就行。哇，天瞬间就黑下来了哈。嗯，下雨了，今天就不动了，明天我们再看看去哪里吧哈。到哪里能补点东西的？你把拖缆打开一下吧，爷。这个地方轻车熟路啊，这边呢都不用下去看的，肯定没有什么东西啊。下雨泡泡。下雨泡泡漏雨啊？压根就不漏雨，没事的。下大没事的，这个怕啥？又不是没经历过下雨。我们出来的时候啊，出来基本上天天下雨。车子不拖缆的时候啊，就是这样的，比较拥挤哈。我在这里睡了啊，我睡这里能睡一个人。你要睡这里的话，那我也不客气了，那我就直接把这个架下来，我也睡了，我一个人也可以睡的。你看，我都可以睡这里。和你分床睡，我跟你讲，这样。你分呗，谁怕谁啊？我怕。啊，我怕我怕。来，我给你拖开来啊。这里能睡一个人。来，小心点啊，凤凤，你看有没有东西？没有。没有，我就拖了啊。这拓展房车啊，只要它拓开啊，这个家的感觉啊就非常的浓烈，瞬间打开。哦，好厉害，女侠好功力。哦哦啊，终于好了，拉出来了。阿白拖开了，哎呦，白痴聪明哦，直到我们拖开了再过来。后面也拖一下吧。嗯，知道我拖开了再过来，是不是？一下就把它拖全了。你打开窗户看一下后面有没有东西啊？你也知道。我刚刚看忘了看后面有没有是树呢。
晚上我们就吃的简单一点，把冰箱里的素菜啊全部拿出来了，这些素菜啊先给它消灭掉吧，明天我们再去囤一点哈。嗯。爷，你去做视频吧，这些事情让我来。嗯。啊，我凉拌菜，我拿手，免得视频又做到半夜，知道吧？真睡得好晚啊！嗯，这些天啊，我们真睡得好晚了，就是有的时候只能发一个视频。哎，你跟你把视频整理一下啊，我来给你弄凉拌菜，晚上对。交给你了。你都把这些弄好了，哇，那我的工作简单多了，妈也都洗完了，真勤快。你就知道看着啊，天。把白色胡萝卜给我留点啊。好的，没问题，安排。哎。车上的水刚刚加了一点，雨停了加了一点，但是现在这个电呢只剩24%了。哇，我觉得把这个前面火打着吧，免得待会儿用电用的比较多。车已经打着了，边充电边弄啊。哒哒哒哒哒，拿几个盘子出来。黄瓜切丝，胡萝卜切丝，给鳗鱼做一个凉拌三丝，还是蛮喜欢吃凉拌菜的。这胡萝卜啊，留半根给大白，我们吃一半，大白吃一半。你看，大白听到了就抬起个头看看，我感觉他真的能听懂我们说话而已，是吧？大白是不是听懂我们说话的？来，给一片吃吃。哎呦，这个刀有点辣哦！把那个全部放水烧开，全部放进去烫一下，里面就放了点盐，给它焯一下，熟着就行啊。外面天气有点冷啊，就不把它过凉水了，就直接这样捞起来就好了。烫菜啊，烫菜。这边留点，待会煮个汤。这个是切好的小配料，香菜。小米辣，还有这个蒜米，啊，再来一个贵州的辣椒面，1996，哎，不对，这个一，这个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多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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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点，好嘞，把它搅拌均匀。哇，看着这个料啊，就挺香的啊，直接往那个上面一浇，哇。这个料放进去搅一搅，把那个小米辣啊、蒜末啊，都给它充分的搅拌均匀。哇，有点像吃面条一样的，看起来很香啊，没有水。来，爷，尝一口，快快快快快快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好不好吃？嗯，好吃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嗯，好香啊！不得了是吧？嗯，不得了。我靠，我天生适合做这种做这种菜吗？嗯，我也尝一口。嗯，不错哦。嗯，这个菜凉一凉的话，估计更好吃。真的好好吃。嗯，好，完成。嗯，给大白爷把那个胡萝卜啊、黄瓜呀、啊、烫一下。他早上吃过那啥的，吃过那个鸡胸肉的，晚上跟我们一样吃点素。水开了，再弄一个紫菜蛋花汤，把这紫菜稍微的洗一下。哇，这头水紫菜就是。这个紫菜还是蛮好吃的，刚刚那个煮三丝还剩下一点配料啊，把它给放下去。哇塞，我感觉这个什么汤啊，这是来着，大杂烩的汤啊。再弄个主食啊，主食就吃这个馒头吧，馒头，四个馒头肯定不够。啊，看一下，冰箱里东西还蛮多的。本来想吃汤圆的，但是吃汤圆的话晚上感觉不好消化，还吃点馒头比较好。鱼你能吃几个？三个。一二三，鳗鱼吃三个，那我吃八个吧。奶香馒头。好，那我就吃七个。听鳗鱼的，少吃一个。哎，这个正好啊，
这个明天可以把它吃了，拆开了，拆开的话就不能给它多放了。噔噔噔，微波炉叮一下，微波炉还是蛮方便的，点个热牛奶就好了，几分钟。收拾一下，准备开餐。嗯。大白也准备开餐。哇！我坐这里啊。我刚刚都忍不住吃了几口。好吃不？好吃。哎，对，姐。嗯。还有那个啥。我吃爪，把它吃完了。嗯。还好晚上少吃点吧。姐。嗯。这个情况，我不来个二两酒，感觉对不起这顿餐呢。我的天。来，这个交给你了。哇，看这鸡爪，泡的时间越长啊，它这个味道越浓，但时间再长一点的话就坏了。这个东西啊，吃完不怕，对不对？手艺在这里呢，是吧？手艺在这里。我可以卖鸡爪了，跟你讲。好，你要卖鸡爪，你不是说只做给我吃吗？嗯，错了错了，说错了啊，男人说的话呀，啊，你们说的话。哎，没有，我只做鸡爪给你吃，做鸡爪给你吃。我知道了。哇，得好好洗洗，我跟你讲，明天再去买鸡爪，再炖个，再弄个两斤。哇塞，真香，感觉冰箱里还有那个啥，还有这个小酒，拿一瓶吧，你就不能喝了啊，我喝吧。干什么？冰箱里这些东西，明天再清吧。嗯，好了，可以开吃了。阿白的这个黄瓜也好了，胡萝卜也好了，跟我们一起吃点素吧。要不要吃？要吃打一下碗。打一下碗。要不要吃？啊，阿白说放碗里。好，坐下。好，都给你。阿白在这里吃素。我们也吃素。嘎嘣脆，好吃不？明显没有吃肉那么香啊、哦！嗯。爸爸，你在这里吃吧，我们就来这里开饭了。嗯，我觉得你可以，啊、你可以喝汤。嗯，哦，鸡爪你来吃是吧？啊，错了错了，我让你喝汤，然后吃鸡爪。好好好，是吧？然后小酒我就自己。天哪！干杯！干杯！我喝汤。喝一下这个汤，这个汤的料挺丰盛的啊。啊。降火这个汤。哇，香啊！再来一个小鸡爪。嗯。嗯，最后一锅果然呢，好吃，美滋滋。以后啊，我就多做一些这个烫菜，这种拌起来吃啊，也是蛮健康的哈。嗯。一点都不比那个炒菜差哦。对呀、啊，而且它也是热的哈。这些食材还好买。嗯，对啊。嗯，可以，以后就给你按照这个标准来做饭啊。嗯，我喜欢。又要胖了啊！吃点蔬菜应该不胖吧？嗯。他把它吃完了。哎呀，吃完了，眼勾勾看着我们，好吃吗？你看，他们也是不挑啊。窗外飘点小雨，我们在车里呢，就这样简单的吃一顿晚餐。嗯。满足。嗯。